公主，你喝碗醒酒汤吧。 阿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乖乖待在李大人那里。这里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就马上回来找你。能如此懂我之人，恐怕只有你了。若是你愿意，我可以。公主抬举了。清风自认是榆木脑袋，这世间，也许我懂的。 只有阿布一人。其实，你也不必如此。我父皇后宫佳丽三千，正大臣也是妻妾成群。你也可以如此。我愿意和阿布姑娘一起。 一起伺候你，我不在意大小。我在意。唐清风，我以公主之尊，卑躬屈膝求你，你就不能在你心里？ 为我留丝毫的位置吗？在我心里，只有阿布一人。